好嘞，看到这个动漫人物呢，这个网友也是非常喜欢的，还有就是这个蛇姬了。我们看到她是被称为宅男女帝的艺人林采缇，现在经传啊，网络上有她露点写真照。不过她对这些陈年旧照呢，她没有放在心上，她说当时是年纪小被骗了，而且家人早就知情，所以她并不担心。左手叉腰，右手指着前方，开球前先摆出下腰经典 pose。 艺人林采缇 cosplay 卡通海贼王当中女帝角色爆红，被网友誉为真人版蛇姬，但现在却惊传曾经拍过露点写真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はじめまして、私はソニーです。今年初才宣布要拍摄高质感写真集，抢攻日本市场。平面媒体却报道，林采缇刚满十八岁就被骗去拍露点照，身上只有薄纱遮掩。最大的尺度，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拍得唯美啦，然后可能要东西遮着的那种，三点不露吧。对性感尺度有坚持，但陈年旧照被翻出，林采缇也强调，当年打工当模特儿，没有事先沟通，才会傻傻接受。cosplay 蛇姬的表现近乎完美，林采缇被封为新生代的性感女神，但几年前拍的清凉写真被有心人士挖出来，甚至在色情网站上高价兜售。林采缇说那都是陈年往事，也不担心影响自己的形象，但演艺圈内人红是非多，真的是一点都没说错。中央新闻范志文、胡佳珍台北采访报道。